走去。我怎么一个人抱着孩子在这里？你是不是跟刘佛吵架了？你过得好不好？我过得特别好，我有一个爱我的老公，我有一个疼我的婆婆，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我这么说，你是不是心安理得一点？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丫丫。我没有一天不再想你，不再牵挂你。我希望你过得好。你希望我过得好？一年呀，整整一年呀！你一个字，一句话，一条短信都没有给我留。你希望我过得很好？丫丫，你听我解释行不行？解释，小辉。曾经你有无数次解释的机会，可是你都选择了放弃。你躲着我，你在我最痛苦的时候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你都躲着我。我到底做了什么让你这么怕我呀？你又做了什么不敢见我呀？你整整人间蒸发一年呀，你怎么解释啊？对不起，丫丫，对不起。能不能冷静点？我怎么冷静？六年，六年啊，向辉，我们在一起六年，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美好的时光，你说过你要跟我结婚，六年的感情，你说不要就不要了，你让我怎么冷静啊？你知道，你知道我这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你知道我是怎么面对我的家人的吗？你不知道。我会永远陪伴。不过，这些都与你无关了。我现在过得特别的好。我现在是别人的妻子了，我嫁人了，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以后请叫我刘太太。如果你会想起我，想给你的承诺，我是真的很爱你，你不是说跟毛丫丫都没有感情了吗？既然没有感情了，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呢？哎呀，灰灰，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的。今天我请客啊。你请客？怎么能让一个女生买单啊？肯定是我请客。不许跟我抢！你没有听说过吗？这个女生呢，愿意为自己心爱的男生买单，代表什么？代表恋爱的方向是奔着结婚去的。我毛丫丫愿意为你买单。而且啊，结了婚以后呢，我想在家里当家庭主妇，相夫教子，以后你养我的日子还长着呢。那这么说，我还没跟你求婚呢。
你就愿意嫁给我？你讨厌，你嫁，嫁不嫁？不嫁，太便宜你了。真的？不嫁。哎呀，在我心里这个位置呢，永远不可能有人能取代你。你是这里的永久居民。你说的。我还会给你发一个爱情之名证，我只发给你一个人。来，我会永远把你锁在我心里，不允许出来。你已经住进去了？那我可真锁门了。嗯，怎么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呢？你呢？我呀，我在门口守着。小辉，小辉他是谁啊？你们俩在干什么？我们俩在干什么？你看不出来吗？小辉，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？你为什么？刚才我站在那里就在想，你再这样跟我发的爱情居住证，是你说的，我已经住在你心里了。是你说的，你不会给别人的。你说你已经锁门了，只让我一个人进来。那你为什么还要给别人？为什么？丫丫，我不是什么好人。其实呢，我早就变心了。我现在喜欢的是那雪儿。咱俩分手吧。分手？你说分手就分手啊！我不会跟你分手的。你那雪儿是吧？你给我，哎，你来，你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你要不要脸？抽什么风啊？自己男人看不住还怪别人？我告诉你啊，向辉现在喜欢人是我，不是你。你再说一遍。好，我再说一遍，你听清楚了，向辉现在喜欢人是我，不是你。啊，敢打我！我就打你怎么了？你不是想找别的男朋友吗？你不是想找别的男朋友更值吗？我就抢了，怎么了？毛丫丫，我再给你更正一遍，你是他的前女友。够了。那雪儿，我们走。小辉，丫丫。我们分手吧。
祝你快乐，你是我找的。王爷，王爷爷，你怎么了？你喝酒了？别碰我！我没碰你啊！你是不是醉了？你不要碰我，我要值班。你这值什么班呢？你慢，慢，慢。怎么喝成这样啊？爱什么？什么？为什么不要我呀？有什么好这样子的？再说，你失恋，你要喝酒你就好好喝酒嘛，就还过来值什么班呢？假装敬业啊，你这是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哎，王丫丫，怎么睡着了？哎，王丫丫，王丫丫，我得送你回家了。哎。多坚强啊！来生，失恋吗？什么失恋呢？喝多了。哇，这就是丫的男朋友，好帅啊！你见过帅男吗？这就是一个猥琐男。哎，王丫丫，嫉妒吧？醒醒，喝一杯咖啡，醒醒酒，我送你回去了。哎，哎，王丫丫，刘华，你这样不行啊！丫丫喝不了酒，上次喝了一回都送医院了。你赶紧把那咖啡给他灌下去。那么严重啊？啊，你哎，王丫丫，喝啊，喝啊，灌呢？哎，王丫丫，灌呢？醒醒，喝，灌呢？喝，灌呢？倒是他不喝，那也得想办法呀。口对口，嘴对嘴的也得喂呀。嘴对嘴，怎么喂呀？把你笨死得了！我来吧。哎哎哎，别别别！要你喂的话，他醒来他会恨我的。还是我来吧。哇！好帅啊！刘华，你干嘛呢你？我逗你呢，你还信了你？你别给我弄这手！你赶紧给他抱走，抱走，抱走！你跟我这弄这手，我看不了，就当他请假了啊！你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来，王丫丫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走吧。
哎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哎呀，多好的姑娘。哎呀，我家到底住哪栋啊？我这在哪儿啊？你家。刘火，刘火，刘火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是在护滚饭值班吗？几点？几点啊？流氓！不是你想的这样子，我跟你解释一下。解释什么呀？你就是想趁我喝醉酒了，你想占我便宜是吧？我看你平时人模狗样的，你想趁我打劫是不是？他们说你酒精过敏啊，叫我喂你喝一杯咖啡，怕你酒精中毒啊。我呸！你以为你谁呀？你凭什么呀？一杯咖啡解决酒精中毒的问题？你骗谁呢？你骗三岁小孩啊？我看你就想趁我打劫，我看你就想占我便宜。我为什么要占你便宜啊？你以为你长得漂亮啊？我告诉你，比你长得漂亮的女孩子满大街都是呢，我为什么要占你便宜啊？没错，你们漂亮的女孩满大街都是，所以你们男人就见一个爱一个，今天爱这个，明天爱那个，想分手就分手，想爱谁就爱谁。混蛋！你们男人都是混蛋，混蛋，混蛋！王丫丫。哎，三哥，你跟这男的在干什么呢？这男的谁呀？我是他朋友。请问你是？我是他妈。哦。你喝酒了是吧？啊！我怎么跟你说的？不要跟陌生男人喝酒，这样非常危险啊！半夜三更你还回家，你干什么你？啊！走，跟我回家。妈，走，疼，疼，走。毛丫丫，你来这儿干嘛？我找刘火有事儿。主动出击了。你别误会，刘火他帮了我的忙，我想对他表达一下谢意。他帮你忙？啊，还带着礼物来的。你还挺有手段的。你才认识这个男人多长时间呀，就开始送人礼物了？你这不是主动勾引刘火是什么呀？贺雨琪，我有必要向你解释吗？再说了，你跟刘火已经分手了，我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必要向你汇报吧？你也没有立场来问我吧？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善茬，也只有刘火笨的，你说什么他都相信。啊，现在是要准备讨好刘火了？哼，好，我可以帮帮你。想不想知道刘火穿衣服是什么尺寸的？他喜欢穿什么牌子内衣？我可以告诉你啊。
你无不无聊啊，你不就想表达一下你们俩曾经亲密过吗？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哎，何以琪，我就奇怪了，你既然这么爱他，那你当初为什么要背叛他呀？既然你现在还想着抓住他，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佟建国在一起呢？这些跟你有关系吗？你凭什么在这说三道四的呀？你懂什么呀？你懂什么叫爱情吗？你懂什么叫付出吗？你懂一个真正的男人他需要什么吗？不是老婆孩子热炕头，他需要有财富，需要有地位，需要让成千上万的人去膜拜他。刘火是要成为这样的人，我正在帮助他，你凭什么插进来拖他的后腿呢？何雨琪，你知道你们俩最大的问题在哪吗？因为这是你的野心，但并不是刘火的欲望。他不需要你来塑造他的生活，你这样做太自私了。一个人在指责别人之前呢，先看看自己配不配。我觉得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，你凭什么来教训我？哎，洋洋，洋洋，您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撞到头了？你别碰我！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啊，你流血了，为什么？你去问你的何雨琪吧。啊，走，我带你到医院去，帮我扎一下，帮我扎一下。还有什么其他症状吗？我刚处理完伤口以后吧，我整个人就特别想吐，没精打采的。这伤应该不会有其他什么事儿吧？没事儿，你这伤啊不严重，过几天就好了。那没什么其他问题了吧？你怀孕了？已经两个多月了，化验报告上已经显示了呈阳性。你结婚了吧？如果打算要这个孩子呢，下次叫上您老公好好再来做一次检查。另外呢，我建议你啊，下一个有关孕妇的 APP 软件“宝宝树孕育”，通过这个呢，你可以随时了解宝宝的每天发育情况以及怀孕期间需要注意的事项，挺好的。来，给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我该怎么办呢？小辉，小辉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花，我想见你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刚你头包扎的女人去哪儿？啊，刚出去了，都缴齐了吗？把单子给我。把个位置给我，马上，马上，听到没有？丫丫，怎么了？你这么急找我出来？我怀孕了。什么？你怀孕了？是小薇的孩子。不是他的，还有谁的呀？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太悲催了。六年，我谈的什么恋爱啊？男朋友说分手就分手，
打电话也找不到人，你哥把他辞退了，我都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。我去他原来住的地方找过他了，可是他也不在。花，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我应该去哪儿找他？我应该去哪儿找孩子的爸爸？对，我可以报警，我要找不到他，警察总能找到他吧？你疯了！你报什么警啊？现在是什么时代啊？你这一报警，不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怀孕了？你要怎么跟你妈交代啊？哎，你以后还要不要嫁人了？你不是让别人嘲笑你吗？我只要找到向华，我跟他结婚，我就不信，我就不信别人笑话我。雅雅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怎么还执迷不悟呢？你现在唯一要做的，就是马上把这孩子给解决了。走，跟我走。你干嘛呀？你撒手！你放手！这是一个孩子，这是一条生命。怎么可能亲手杀死他？我怎么忍心啊？那不然呢？你还想怎么样啊？你和向辉已经翻篇了，你应该忘了他，然后重新开始。你可以找到更好的。你把这个孩子留下来，将来只会给你带来无尽的麻烦。我不怕麻烦，我也不怕别人议论我。我只要孩子，向辉他可以不要我。但是他不能不要这个孩子吧，雅雅，你不会是想拿这个孩子来挽回你逝去的爱情吧？你这样做实在是太愚蠢了。向辉他已经背叛你了，这是铁定的事实。只要这样，我也不想挽回什么，但是我不会放弃这个孩子的，他是在我身体里孕育的。花，我求求你，你帮帮我行吗？你帮我找一下向辉，你帮我联系一下他。他不接我电话，他可能会接你电话的，好不好？我希望他知道所发生的一切，我希望他知道。他知道又能怎么样？他会回到你身边吗？他不会的。像他这样的男人只会嘲笑你的愚蠢，然后让你肚子里的孩子自生自灭。他会再一次的伤害你。啊，你让你干嘛？我想死了，我不想活了。你小子给我看清楚了，如果你跟童话结婚，你休想从我这儿拿走一分钱。还有，你们俩生的孩子归我们童家，他得跟我们童家的姓。今天你得把合同签了，我才同意你们俩结婚。童总，您用不着这么羞辱我。实话跟您说，我跟童话在一起本身就是个错误，但是现在没有办法，童话已经怀孕了，我要替这个错误买单。还有，您用不着这么提防我，我对你们童家的钱一点都不感兴趣。错误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想说我们家童话不知廉耻，死乞白赖赖着你是吗？这话是您说的。你想跟我耍混蛋是吗？实话跟你说了吧，你这种无赖我见得多了。不签？告诉你，我们家童话能够爱上你，是你小子八辈子修来的福气。看来童话肚子里的孩子
一定不能留下来。你们两个必须给我断得干干净净。看准了那个球篮，然后再投。要不要现在投一下？嗯，做好准备了吗？嗯，真的，真做好准备。嗯，投吧。哎呀，不投了。为什么不投了呀？你之前不是说还想当什么篮球队的经理吗？你不想天天的陪着我训练了？太难了，根本就投不进嘛。除非你给我充电。投吧，投了啊！哇！投进去了！终于投进了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么厉害！啊！终于投进了！要不要再来一遍？好，如果这面墙颜色不对的话，整体气氛。那这边，这里什么这里？这里我们下午不是就定好了吗？你俩干嘛呢？小琴，你在干什么啊？薛姨让我过来的，说你们孤男寡女的，她不放心。刘虎，你们家保姆呢？是我见过所有保姆中最有零零七潜质的，保平啊。说什么呢？小琴，你赶紧回去，别跟着我妈瞎捣乱。跟她说，我待会就回去了。是谁呀？不要走！啊！是谁啊？管我是谁啊！我警告你，以后离何雨琪给我远一点。你到底谁呀？你管我是谁啊？谁呀？哎呀！情况不是很严重，静养一段时间呢就没有问题了。近几天可能会有疼痛感，让病人好好休息。谢谢，谢谢林医生。你们也太不小心了，她都怀孕了还让她受伤。
这次啊没有影响肚子里的孩子，那是万幸，以后要小心点了。情况怎么样？丫丫，你好点没啊？嫂子，怎么不说话呀？你知不知道丫丫怀孕了？怀孕了？那怎么可能呢？我根本不知道啊！听谁说的？医生说的。嗯，等我进去问问啊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哎，丫丫，没事了吧？嗯，没事。哎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家里有点急事，我跟你嫂子就不陪你了啊。啊？自己好好的，我们先走了。这就走啊？这刚来干嘛去了？哎。知道丫丫怀孕的事儿了啊？那你还把她一个人留在那儿，她能照顾丫丫吗？那我留在那儿能干什么呀？刘火肯定得问东问西的，我能跟她说什么呀？我说丫丫怀了前男友的孩子，我是搞不定这事儿了，让丫丫一个人处理吧。有你这么当哥的吗？一遇见事儿就变怂。你才怂呢！刘火。也很晚了，赶快回去休息吧，我也困了。我不困。你困的话，你先休息吧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哥又捣鼓什么事儿了？哎，他这个人就这样，你别理他。跟你哥没关系。跟我哥没关系，跟我有关系啊。你怀孕了？向辉是孩子的爸爸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医生刚才说的，要不是今天碰巧发生这个事情，你还打算瞒多久啊？你瞒得住吗？那我怎么办？难道我见到谁都高喊着我毛丫丫怀孕了，但是孩子的爸爸不见了是吗？你知道吗？这段时间以来，我们所有的点点滴滴，
所有的回忆在我脑海里一遍一遍的开始淘汰。同学们好。欢迎各位的到来，接下来呢，咱们同学呢做个自我介绍，来从这位同学开始。我叫陈毅，来自北京。大家好，我叫屈鹤，来自长春。大家好，我叫陈细九，来自成都。大家好，我叫毛丫丫，来自北京。大家好，我叫何苗，来自湖南。我叫马兆新，来自北京。老师好，各位同学好，我叫向辉，来自山东。老师好，我叫陈淑峰，来自山东。大家好，我叫新蕊，来自河北。大家好，我叫黄金，来自河南。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的笑容就已经深深的刻在我心里了。我现在想起来，我以前没当母亲婆的时候，你的声音从来没有缺席过，如影随形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湘北。向辉生日快乐，许个愿吧。谁呀？谢谢你啊。关于现在，丫丫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做了很多错的事情，所以没有脸再见你了。我现在只想跟你说一句话。
你先回去吧，你嫌唐妈气得不够吗？嫂子，你别拦着我，让我进去吧。我去求妈，她会同意的。我可以去美国，我可以去找向辉啊，这样孩子就会有父亲了。孟丫丫，你疯了吗？你这话要让妈听见，你把她给气背过去。丫丫，爸爸现在已经这样了，你再把妈给气倒了，这谁负责呀？我负责。你负什么责呀？我娶她。现在的问题不就是孩子吗？留着孩子，你们家人活不下去；不留孩子，他活不下去。事情总要有个解决的办法，很简单，我娶你。刘，现在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，你走吧，你赶紧走。好，你干嘛呀？毛希莲，希莲，希莲，刘火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你觉得很好玩是吗？难道你看不出来我是认真的吗？刘火，你看着我，你仔细的看着我，看看我的肚子，我肚子里的孩子。这个是我和向辉的，你不是孩子的父亲。你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事情？你以为我刚才说出那些话很容易吗？我现在的心里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要难受，你知道吗？说的话不是这个意思，你知道我现在就已经很烦很乱了，我不想把你也拖下水。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这件事情？我不是外人，我喜欢你，我根本不可能置身事外。刘火，我很感谢你，我感谢你对我的好，对我的付出，可是我们两个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，而且我现在有了向辉的孩子，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起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是这样想，可是你让我怎么办呢？你以为我没有想过离开，想过放手吗？我做不到，看着你无家可归，看着你痛苦难受，我做不到。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？我很珍视我们俩的相遇相知，在我最痛苦的时候，你陪着我哭，陪着我笑，陪着我疯，这些美好的回忆我一辈子都会记得的。可是它就是梦，它就只是一个美好的梦而已，它是虚幻的，它是真空的。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美好的梦保存起来？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弄得如此不堪呢？或许这些日子对你来说很虚很空，可是它对我来说却再真实不过了。冷阳，你摸我的手啊，你摸我的脸啊，我的心，我的心难道你感受不到吗？可是你这样，我只会更加痛苦，我更加不知道我该怎么办。呀，好了，刘火，我不是你，我跟你不一样。
一个卧病在床的老爸，我还有一个身心疲惫的老妈，我还有一个我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一个哥哥嫂子，我还有什么？我还有一个连自己父亲都不知道在哪的孩子。我求你了，老妈，我求你放过我，我求你了，你就能可怜可怜我好吗？啊！现在真的想不到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些困扰了。不能走啊，我走了以后你怎么办？你回到病房后怎么面对你妈？怎么面对你的家人？让我娶你吧。上去吧，我在楼下等你。你等我干嘛？当然要等你，等你去拿这个。咱们去登记吧，就今天，赶紧把它办了。别这样看着我。好好好，我老实说吧，其实我从小我就好想当英雄，但一直没有这个机会。今天就当做你给我这个机会，达成我一个心愿，让我当一次英雄，特别是当你的英雄。这样子我会很开心的，好不好？你会后悔的。应该不会。我觉得人生是没有办法预设的。我不想为了这样一个可能性就去违背我自己的心意。重点是你不用替我考虑那么多。我是一个大男人，我是一家公司的老板，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你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安心的环境，好好的把宝宝生下来，解决好你家里的问题，确保宝宝健健康康的。怀着孕呢，这样哭对小孩多不好。好了，别哭了，啊！说真的，赶紧吧，要不然民政局要关门，又得明天了。去吧，去吧。
啊，对，记得穿件漂亮的衣服，毕竟这是你第一次结婚嘛。如果你会想起我，想给你多承诺，如果你真的没有需要一个拥抱，我会在那个时为我多承诺，永远的多爱着。哎，你怎么拿的户口本？我就这么拿的呀。婚检了吗？检了，一切健康。是本人吗？是，是本人。他的表情虽然比较僵硬，但我们确实是本人。嗯。刘火，你真的不后悔吗？这戳一盖上去，可就合法了。你怎么那么啰嗦？我说要娶你，就是要娶你。好了。这是你们两个结婚证，祝你们幸福。怎么就这样结婚了？对啊，挺容易的哦。没有想象中复杂。刘火，谢谢你。你到底要说几次谢谢啊？烦不烦呢？我还有一个请求，我希望这件事情就你我知道。我现在就回去给我妈一个交代。我是想把事情都说在前面。好，行行行行行。你就当做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你不说我不会跟人家提的。但有一件事你得想清楚，现在我们结婚了，但我们在彼此的心里究竟算什么？你想一想，给我个答案。小辉，我们永远都结束不了了。什么心，什么听，什么告诉你？我只靠你不要的心。丫丫。丫丫，散步啊。嗯，真好。丫丫姐，时间过得可真快，你这肚子跟吹气球似的，说长起来就长起来。哇，这就是爱情的结晶吧？哎，让我摸摸。
我也摸摸。哎，我也摸摸。你摸什么呀？你趁机揩油啊？我来摸摸。卡什么油啊？哎呀，宝贝儿，我是你欣欣阿姨。哎，它好像在动哎。是啊，好神奇哦。有事吗？有。那说。雨琦姐从国外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网上都公开了，什么建化地产董事长佟建国首度公开女友，标题是什么？爱情事业最佳伴侣，新晋豪门贵妇，哎呀，反正什么乱七八糟的词儿都有。这跟我们有关系吗？你跟我说这干什么？雨琦姐不是。不是什么？我现在的老婆是毛丫丫，她快要生小孩了，我快要当爸爸了，何雨琦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刘总，话不是这么说的。雨琦姐在公司也有一半的股份，她经常会打电话过来询问公司的情况。而且你们两个在一起那么多年了，感情那么复杂，那么深刻。不是说断就断的。什么那么深刻，那么复杂？你是言情小说看多了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过去它就是过去了，再深刻再复杂，它还是过去了。Lisa，这样说好了，我知道你跟他认识很多年，感情很好。身为老板的我，其实不介意你们继续当好朋友的，所以其实你可以不用这样，非得撮合我们两个。可是刘总，你不要再叫我刘总了。这里又没有别人，你说话当然是跟我说，难道跟别人说啊？哦。还有事吗？没了。那就这样了。嗯。您可是刚被评为年度新锐的设计师啊，这点小事儿对你来说完全不在话下嘛。来，喝一个。哎，你们看那个妞，一看就是刚失恋。这个时候的女人最容易到手。太真实。你干杯。找到活儿没有？嗯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我叫你打电话问 Lisa， 她下班之后去了哪里，不知道吗？哎，我问了，她说不知道。怎么会不知道呢？自己老婆要生孩子。还有，我问你们，你们现在年轻人自己手机没有在身上，你们不自觉吗？你们不会觉得很不习惯吗？你们不会打电话来找找我们吗？他们不知道老婆要生什么。
哎，对，打电话给毛丫丫他们家没有啊？没有。啪啪，太着急，我忘了。朱问你，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呢，你还好没打，你打的话呢，他妈妈一家人跑来，看到孩子在身，但是孩子的爸爸在哪呢？是不是又要怪我们呢？对不对？不打是对的，不打是对的。 刘火，你终于还是来了，我就知道你还爱我，我知道你放不下我这么长时间，我想把你忘，可是我做不到，我真的做不到，刘火，我爱你，刘火，你不要，都那么长时间了，现在我们都有各自的生活了。 当爸爸，你过好自己的生活吧。以后不要再来找我。唐建国向我求婚了，是吗？ 恭喜你！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应该同意？那是你的事，与我无关。好一个与你无关呢。没错，童建国可以给我他的一切，可是我还是生活在痛苦当中。 因为我爱你，因为我只爱你，我做这一切。
都是为了你。你跟佟建国在一起也是为了我？如果当初我拒绝了他，你就会去坐牢，你这辈子就毁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真的认为你打了佟建国，你那么容易就没事了吗？啊？你当初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如果你相信我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的。你让我没得选了。是你，是你让我没有后路可退了。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，当时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告诉你，告诉你，你只会跟佟建国去拼命，你斗不过他的。我宁愿让你觉得我是一个坏女人，我也不能让他们毁了你，我不能。回忆总是苦涩，我就是要听你说。你凭什么擅自做这些决定？就凭我爱你，就凭我爱你胜过我自己。你说，你说我应不应该嫁给佟建国？就这一次，我让你选，我让你给我选。你说丫丫啊，她才这么点大，那个鼻子这么挺，跟刘火小的时候是一模一样。亲啊，你来看看。嗯，这哪像火哥啊，一点都不像。你懂什么呀你？你生过孩子没啊？我说像，他就是像。你再看看，那眉毛、那眼睛、那鼻子、下巴颏，还有那皮肤，哪点不像了？不理他啊，那小青有神经病对吧？对哦，是不？哎，我说也是，这刘火，老婆都生了，人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。丫丫，没关系，一会儿刘火过来呢，我一定狠狠的教训他，你千万不要生气，好吗？青啊，赶紧的，你回去把我给丫丫准备7天不同的补汤也弄热了，端过来啊。丫丫刚刚生，她必须要喝非常非常补的汤，这样才能有奶水呀。快去，嗯。行，快点，走啦！快点啊！奶奶来了，奶奶来了，奶奶好爱你哦，知道吗？奶奶最爱你了，那。哎呀，怎么突然就？你这小子啊，老婆生了，你消失了，你昨晚你去哪里了？啊？
平常看你对毛丫丫是爱得死去活来的，到了紧要关头你又飞去哪了呀？你知不知道女人在生产的时候是最脆弱的，而且最没有安全感的，最需要的就是先生在身旁，你懂吗？谢谢你的早餐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现在不说这些了，赶紧的进去，好好的哄哄丫丫。去去去去去。刘华，你昨晚干嘛去了？我有个客户，他喝醉了。我实在走不开，我又没有带电话，所以不知道，手机都是我刚刚回家拿的。哎呀，对不起。对不起啊，是我不好。我知道你这几天快要生了，应该要谨慎一点的。我太粗心了。突然就生了哦，生小孩痛吗？丫丫，这一次呢，我真的站在你这一边。刚刚啊，我在外面把他骂得个臭要死的。告诉你，刚刚生完孩子千万不要动气哦，知道吗？啊，哎，做爸爸了，赶紧的，看看你的宝贝儿子。长得跟你是一模一样，你看他小眼珠子转啊转啊转转的，而且他特爱笑，太讨喜了，你看看他。